三二一，请剪彩。我们能够融合在一起，能够有一个新的团队的一个气象，真正达到一个共创的这样一个工作氛围。不至于会在减碳啊、绿色电源、电能、电力在这一块要使自己做一些自己的这个成绩和贡献。先买一点丰润植物，再看电脑屏幕久之后呢，去缓解一下眼部的疲劳。就是希望今天的市场部总是比昨天的市场部要更好一点。先把这个团队打造，提高这个技术研发实力。你说搬到九了吗？我是来工作，所以说我所有的重心啊和时间都会放在工作了。更快速、更迅速的一个支持。希望明年的业绩越来越好，执行小点，这个目标实现。2000 years later. Gentlemen, 开始搬家了。